为什么要快炒？我现在在煮我的饭。我现在要做，我是不是应该等人啊？请问台主诈骗吗？那个。是什么歌？哦，不是的，是这首哎，这首。然后。Bassline。Kamikaze。Kamikaze。这个人会听歌哦。这首应该会被 ban 吧？那但是还是播一下好了。好，播一下，好播，我播好不好？你们听得到我讲话吗？那会太小声吗？你有要露脸吗？是我的爱哥。Hi YK， 怎样？我不能露脸吗？还是可以露？哦，那是风是 kaze 吗 ？Kamikaze 吗？所以是日文是不是？哎，我染头发了，我把它染成这样子。嗨，本岛，哎呦，干了，好可怕哦，太白了吧。嗯，我是真的，我要煮那个。嗯，我要煮那个，我煮好吃的话，这个给你刨一刨，但是后来然后给你吃苦。干不能叫你橘子了，干拎得外莫名其妙感冒，今天还要带一班大夜，好辛苦哦，不是可能哦，好辛苦哦。我现在是可以直接开煮了吗？我不想要露腿，我腿很胖，但最近好像因为乱吃的关系变轻了。那是神风哦，神风哦，卡西是不是？尾灾社畜，不要这样，好难过哦。加油，嗨，本岛，嗯，棒，是什么颜色 ？YK 辛苦了，只有腿胖吗？没有啦，全身都很胖啊，腰最胖。没有，我本来想要染咖啡色，但是它没有办法，就，哎，只好变成它好像就是，我会帮它小，我说我想要染咖啡色，浅咖啡，可是它变成深咖啡色。现在就是那个食谱，酸奶，俄罗斯酸奶牛肉需要的食材有这个红洋葱，然后小黄瓜，腌黄瓜，然后他用的是那个就是那个沙朗牛排，可是我买的好像太厚，所以我等一下切一切，因为这是牛排，然后还有。腌牛排需要的红椒粉，甜红椒要甜的哦，然后再来是那个，看九层塔没有？罗勒。好，所以现在其实它还有加蘑菇，但因为我不吃蘑菇，所以就我就没有买。哦，还有最重要的是酸奶，但酸奶现在放在冰箱。我在唱低音，好轻松哦！等我感冒好，我一定会怀念现在的声音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我之前感冒也是喉咙超级不舒服，然后讲话也很低音，可是唱低音很轻松，而且声音是我喜欢的那种低低的感觉。我觉得我现在声音很好听，我那时候感冒也觉得自己声音很好听。该冲一波 KTV 了，走啊！所以现在我要来做酸奶牛肉。因为我是看 Jamie Oliver 的那个食谱，然后他酸奶牛肉跟小黄瓜，他都是直接用食物调理机去打成，就是切片的。但是我没有，所以我只好自己切。它是切成，太难切了吧？这什么鬼？你知道 Jamie Oliver 要破产？真的？为什么？太难吃了。因为他的餐厅太难吃。不是，我不知道太难吃，反正就是好像没赚钱，还开太多，全世界都开太多。哇！我跟你讲，英国总统都很讨厌他。真的哦，哦，就是我，因为他们吃炸鱼薯条没有盐巴，然后自己偷带盐巴。盐巴去。你可以跟他们讲，就很好。
我觉得你讲啊，你可以讲。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切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们听到室友的声音吗？室友现在在我后面。你现在讲话发出音对不对？那我现在要怎么切比较好啊？啊？没有，你说什么？我跟你切。因为它是这样一圈一圈的，因为它是一圈一圈，不是说它要我一圈一圈的，所以很像我应该思考。你这样吹看起来好难吃哦。你这样吹，你要这样吹才对称，然后这样。我昨天应该去喝酒。你吗？你今天吗？下次应该去睡觉。我觉得你今天要去睡觉。那你要跟他们一起去吗？你叫我要找店哦。店，我现在干嘛？你在外面拉单杠，然后拉往他这边超痛的。真的假的？我看你用那个肌肉超硬，没给我肌肉完全没酸。哎呦，感觉很酸哎。就是这有一块乳酸堆积，超大一块。哇！我从来没有练到这边过，就是怎么前臂真的是超痛的。难怪他要买小的洋葱，因为我买太大个了，好烦哦！我还要自己在那边剥，像智障一样。我不想要吃中间的心，我觉得那很难吃。而且我决定我不要学他一样用一圈一圈的了。这好像拼图哦。嗨 ，MCM。冲个屁！为了喉咙着想，还是不要这样子。我不要里面的这个了，我也不想学它一圈一圈的了。听得到什么？听得到你的声音。Hello。下面说什么？我看。红洋葱不开还是红的？对，洋葱。嗨，二星人。对，你现在我觉得，但是你晚上，我觉得如果你要出去的话，你晚上应该就会死掉了。三小啊，快哦，三小，他应该很学的从小。一点快哦，白痴啊！三小快哦，快哦，档案吗？哎，好料哦，他真的学起来了，他好强哦，他现在真的自学二文学起来了。他怎么切啊？你决定乱切了。为什么他的名字好想回本岛？他在金门马祖。他绿岛澎湖。他在澎湖。外婆的澎湖。怎么发出怪声？不是澎湖的外哦，对不起，是外婆澎湖湾。什么澎湖的外婆湾啊？靠呀，有病啊！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我现在很脆弱哦。你脆弱什么？那你也包我了。我不想理他。刺伤你故意。对。超故意的。他叫我切一切，所以我现在在切红洋葱。谁是演小狼啊？小狼哪里 ？Host。谢谢，感谢小狼。是一个女生。小狼是那个哎，《库洛魔法师》里面那个帅哥。那个帅哥，要怎么切啊？白痴哦！我不想要浪费食材，可是我也不想要。等等。看，可是小狼不是喜欢别的女生吗？真假的？他那时候不是有出现情敌吗？室友还是新室友？我是新室友。不要乱讲话，他是新室友啊，超坏的。新室友。红洋葱长得不像洋葱，感觉像洋葱跟大蒜的合体。对啊，超像，还有鲤鱼啊。好酷的 emoji 啊。对啊。可以用你的脸吗？可以，可是我没有用，因为我不会用。我丑，所以我都用他口的。这洋葱烂掉哎，好坏啊。我讨厌红洋葱，我觉得他们全部都烂烂的。我可以跟他们讲 Jeremy Oliver 的故事。可以啊。现在只有七个人，所以我可以乱讲话。对，可以乱讲话。Jeremy Oliver。Jeremy Oliver 怎样？他怎样？午餐。就是我，
我朋友，我朋友，不是我有我朋友，对，我朋友的表妹是英国人，然后我朋友前阵子去英国，然后他表妹我忘了带他去Jamie Oliver的餐厅，但是就是讲到Jamie Oliver，然后他表妹要说，我超讨厌Jamie Oliver的，因为Jamie Oliver把我们学校的午餐变得很难吃，就是因为Jamie Oliver就是很喜欢健康的食物，所以。他们那因为英国菜就是都是炸的东西，什么炸薯条，因为我不知道美国应该，我记得美国也是这样，就是美国那个学校的餐厅，我自己之前去的，就是都是薯条啊，什么汉堡那种超级不健康的食物。然后 Jamie Oliver 推动那种全国中小学健康营养午餐，所以他就把就是让那个。学校营养午餐都变成什么少油、少盐、少糖，反正是非常健康那种吃出食物的原味。Eat clean， 然后呢，他表妹就说礼拜五是他们固定吃炸鱼薯条的日子，重点是那个炸鱼薯条不是用油炸的，就是不知道怎么炸出来，就很奇怪的方法做出来，但总之。不是用炸，然后里面没有加盐，然后很像，应该有加胡椒吧，可是就吃起来没有味道，然后他表妹就很不爽，大家都很讨厌那个炸鱼薯条，但是每个礼拜我都一定要吃那个炸鱼薯条，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，就是他读的是私立学校，可是还是得吃那些营养午餐，因为可能就政府有规定，政府规定要吃那些健康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就是为了因应 Jamie Oliver 的健康食谱。那些英国的那个小学生还有中学生开始自己偷戴眼镜，偷戴眼镜那个 Starbucks, 学校 Starbucks, 那个餐学生餐厅学生餐厅笑死，气炸锅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反正就是做某种奇怪的东西炸出做出来炸鱼薯条，总之就是很难吃，黑暗料理耶，然后他们又偷偷戴。放口袋，然后你每个礼拜我都要偷带盐，他好像讲胡椒，反正就是你要自己带调味料去配那个炸鱼薯条，不然你真的完全吃不下去，就没有味道。好可怜哦！好好的一道菜变成那样，真的。在英国的炸鱼薯条真的很好吃，可是你吃几口就会不想吃，是超大片的，就是大概你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，那个鱼天哪，太大了，就是一大块鳕鱼，大概这样。好爽哦！他们看不到我的手哎。你可以放在这边。大概这么大吧，大概这么大，哦哦哦，大概这么大，超级大的炸鱼薯条，而且，好，外带的话大概14块英镑，其实没有很便宜，超大一盘的，就是那种台湾的热炒店，然后那种盘子，哇，好大哦，就是那种椭圆形那种盘子，啊，装满，就是一片鱼在上面。一大厚厚的一块炸鱼，它是整块，不是小小，不是一条一条那样的，它是一整块鱼，然后就是这样炸，然后还有一堆薯条。我之前去，然后跟胡志成一人点一盘，然后吃到快吐，超级恶心。天哪，让我试试看。该在英国开盐酥鸡店，英国现在有盐酥鸡店，然后也有那个。日出茶太哦，还有 Coco Duke， 可是一杯要200多块。Coco Duke 在好像还蛮多的，现在英国很多。布莱恩岛说你白痴哦，偷煮不揪。白痴哦，嗨嗨，阿银然，网外有洋葱，有我把它拿起来了。嗨，气炸锅。嗨嗨鸟，我想吃21世纪，不，别说了，我也好想吃哦。幸好我没吃过，不然那多好吃。真的，它怎么那么皮啊，好烦哦。但你回去一定要吃那个。我好想回去。那个。需要回去。我来看这好吃哦。
它可以当手环的。真的？你会洗手？没有。这太小圈了。害我丢错地方。像这群乡巴佬见机拍。记者说：“让这群乡巴佬见见台湾人奴性。”真的，俄罗斯人已经见识到了，时薪350。真的。我。350，时薪350。让你见见台湾人。这歌真的是提醒我中了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放错了，不，我不小心就这样继续放了，一定会消音到爆。嗨，好可怕！阿什多涅涅，阿什多涅阿特阿特维沙耶，太可怕了吧！不要这样子哦。一斤那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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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怎么切啊？这样吗？你这样一圈一圈的。我昨天学到那个乌克兰的伏特加是什么伏特加，我好像没有，就不是伏特加，是另外一个。他教我爱你，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学，我就一直吃，我就一直在吃这些我爱你，然后他就有点尴尬看我，直接说我爱伏特加。对啊，我爱，真的我爱你。我一直在重复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它看起来有点老，不要了。不要老妹。靠背，你这样指进去是看得出来什么东西吗？看得出来啊，就是它很难吃啊。你的肉好肥哦。对，我知道啦。不是葛啦。好多没，好久没看到那种吃法。看，看我切东西，一定会气死。好，你们都是一群老干。骂你哎！骂你！别骂你了。骂你！那你还是一半的小名。对，一半的小名。我不要反了啦！那名叫居居也超奇怪的，居居是臭鸡鸡盖。太凶了啦！好高啊，什么东西好高？应该放个黄金传说之类的，真的吗？消音到爆，我要怎么重复听 VOD？ 这是我的策略啊，菜逼吧！嗨，恶魔鱼然没有玩命。好啦。嗨，吹雪人，怎么了？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怎么了吗？有人 host 吗？还是？谢谢阿林 host。好，接下来我要继续把腌黄瓜切一切，付费解锁 DLC。开腌材啦！还有一点。这好像小了。俄国人好吃的定义是甜不甜？在 Krispy Kreme 问店员说：“这个凤曲好吃吗？”他说 ：“The Ocean Slutty Slut 干。”在星巴克问店员魔团饮料好喝吗？问号。他回 ：“Miss Slutty Number。”那白痴，一群喜欢吃甜的人。接下来要放小黄瓜，腌黄瓜。喜欢这些小小的，购买的品质不好吗？然后食谱上是说大概是一个就是一只手，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多少。我要用手拿吗？用手拿好了。那个叫什么蒸拌面的时候配的，不对，我应该不能用手拿耶，手脏脏的。这样有一只手吗？差不多，好，那我们就先切这些。
如果有小里脊的话，应该就会更细更碎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切那么的薄，反正是自己要吃那么长。我昨天才让教练超刺激，哇，这么好看！干，还有这，干什么？很穿啊！你什么时候穿的？我没洗掉。你刚才夜什么？怎么也可以的，帮我录上去好不好？你帮我录上去，把人家录上去啦！不要再扭屁股了，帮我录上去啦！这个，帮我把它滑上去。那个我要看上面的讯息。哦。感谢你。我好像怎么录上去？录哪里啊？录头发。上面一点点，在上面一点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下面一点点。在下面一点点，在下面一点点，在下面一点点。好，谢谢。台湾有什么酸黄瓜吗？哦，对啊，超吃。谁扭屁股？室友在扭屁股。室友在把宝贝的地扭。宝贝。新室友没在扭。好，新室友，对不起。我家的猫好废哦，它来了。嗨，猫吠！我知道它叫猫吠啊，你每次都大叫。对啊，猫吠。猫吠。猫吠。麻烦把视讯转到新室友屁股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讲啊！再讲好一下。讲，我知道你在讲哪一个。对。这样没办法啊。真的很忙。好的。看起来像智障，你知道吗 ？Nice ass， 还有屁股吗？有衣服了啦。好啦，然后他说把它拌一拌，是不是？跑出来了。我觉得我看起来像超室友，你今天买保险。还买保险吗？然后上班偷看，嗨 ，nice ass， 我来看一下接下来怎么办。你只能看一个英国人煮俄罗斯菜，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不知道，没关系啊，加一点，什么东西？这个动词有点差，好像以前 Disney 那种。啊，我知道。你在动手做一种。我知道，动在好大那个，我知道。超大的那个文具。腌黄瓜的酱里面有香料，还有一点点的盐。芥末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加它这个酱。哦。白痴哦！哎，这是酱肉饭。这是你的汤匙，你是把汤匙吃掉的吗？没有啊。哎，记得。没关系。好讨厌我皮肤。里面有香料，我把它香料打一点点。不要乱叫啦！烦哎。还有芥末，你有看到芥末籽吗？有没有看到啊？芥末籽。是芥末籽。嗯，芥末籽。你知道我今天在银行的时候，然后听旁边一个女生，她手机的那个讯息通知是。
马克短信息给我的声音。我靠！就是那个声音，然后我就很久没听到，然后我存钱存到一半，突然听到，就是那个声音，你知道那个声音？知道。立刻抄手机出来看。然后加一点点的盐巴，盐巴。Host 比较久，什么意思？嗨，怎么刚哥空大吗？就这样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刚哥九个月，要生了，要生了。应该是差不多要生了啦。请问酸奶牛肉要加一点酸盐酸雨吗？要哦。要加一点，要加一些 PTT 的人，就这样。跳超快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刚哥，手机开直接空大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一杯星巴克就这样。不止星巴克，可是我不知道加多咸哎，反正我吃党浆。有人问你是不是看 Oliver？ 谁？对，我看他的，可是对企鹅介绍的，然后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。帮瑞克 QQ， 不用 QQ 啦，没关系啦。刚哥不会介意的啦，对不对？什么是空大？空大就是本来是按错，对啊，就是空，就是色错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然后因为他刚刚订阅我，我知道你这空大姐。然后接下来要放我们的九层诶，我们的罗勒，因为我之后还想要吃，可是我不知道他要我加多少，所以我就先拿个这样子好了。哇，剩下一点点的，那全加喽。你好气人。我要把电话加进去，不要回。好，好香哦。很福是什么？恶魔鱼什么是很福？瑞克卡利说你的订阅没关系，不是啦，白痴啊，不要乱讲。可是我没有赶男友哎，我今天做的真的是就是。不停的在乱做，就说是失败厨房的话，如果不知道这份大餐对我有什么意义的话，就别说了，乱讲话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然后加一下，我看好香哦。一点点油，95000。你知道这边俄罗斯的油95的，大概台币20块吧。他们是算1公升对不对？1公升20块。感觉罗勒可以加多一点，我就看它的盐的分量，你们不觉得雷吗？什么雷什么？很浮等于很雷哦。很雷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很雷吗？雷又没有关系，也不是给你们吃啊。按摩一下下，感觉很好吃哎、欸。可是罗勒的味道好香哦，好像太重了。我觉得红红的、绿绿的很赞哎，我把它撕开来，你们都给我分开。
下去下去了，下去下去，都下去。好，接下来要干嘛呢？我们要来切我们的牛，我们的牛，你看我去洗一下。一点点油妆，妹妹五天没洗的头来抹，不要啦！找什么室友？找个女生啊，敷在她头上磨蹭，你说我吗？虾子跟我手一样大，好爽哦！哦，对虾子还好。整碟都是素，没有啊，我今天要做牛肉啊，怎么了？嗨，猫猫，什么？你是谁？嗨，猫猫，猫猫脸，准备叫消防员。好的，接下来要干嘛呢？超享受的。然后他在煎蘑菇，我不要；大蒜我不要。然后他翻炒那些东西，我不要香菇啦。他要我先切，他要我先切牛排。他说他用了200克的牛排，就是我只有我一块是300克。我觉得还是算了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差不多就好了。你看，有没有人要这个腰带？贴上去你就是沙朗了。好，这样就看起来肉。我想要吃这一块，还是牛扒啊？扔了，你大概笑死我了。不好意思，这边是医生，他说，大家都说我在车上化妆很不容易，然后所以他说，但他没有钱买车，他只有买一台。那个震动剪纸机，然后坐在上面放，白痴。好，肉肉的部分，他说要切成1公分，但是我觉得，什么？什么？本岛是什么？好想念表妹坐在我旁边吃饭时飘出来的洗发精香味。你这个冲一波的男人，啥耶？油哎、欸，就是油没错吧？就是油没错吧？之后可以做牛油拌饭哎、欸，还是没有人这样子用。超漂亮，可是你这个超丑，不是你看起来超像，超像，超屌的哎，好屌哦，1公分，来吧，1公分是长怎样啊？
圈啊。可是它的牛肉比我的还薄哎、欸，是我这样子是可以的吗？算了，不应该问你们啊，我自己要吃的。没事没事。牛全切走了，笑死我！啊，怎么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那个要留着吗？真假的？可是它的肉都没有油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可是为什么它的沙朗都没有油？完了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居居，好吧。这怎么办？反正都说是失败厨房，没关系啦，可以的，没关系的。解答吗？嗨，彤彤，我为什么不买平均的，而是买这种的？对啊，那你觉得为什么不买平均的呢？因为没有平均的啊，可以留着油在另外煎。我也觉得我应该要买牛柳，可是我没有买牛柳，是为什么呢？在砧板上调味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差不多啦。一公升后，盐很重要，胡椒很重要。看一下哦，应该差不多吧，除了有一些小块的，没有办法。嗯，那个滑，那滑是谁？你的口水，看你的口水。你很酷吧，我也觉得有可能会讲过。死了，感觉真的是有可能。我觉得他不来就算了，你不要一直问我，就是到底问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说你，我说他，那亏爷，就一直边问我说你今天有空吗？我要去找你哦。想晕。他要 mid Asian， 他就是 mid Asian。Mid Asian driver， 他也是 driver。好烦哦。我没见。真的很烦。今天差不多。亏爷。库里耶，要用中亚的口音。库里耶，库里耶，库里耶。一
公分，好像太细了哎。哇，真的好。你想去就去啊，趁你还可以玩的时候就多去一点，不要像我现在这样。不用发誓，那你真要借我钱？借你啊！为什么我要跟你借钱？怎样？你现在去看我吗？不是我，我是要来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人。为什么要跟你借钱去录吗？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。胡椒对不对？胡椒盐。什么东西？抱歉，我键盘知道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还好啊。键盘不是键盘，干杀人环在英国是指胸牛胸肌肉的部分。沙朗牛排在美国指牛后腰脊柱两侧的肉，可能是这个差别。哦，所以我应该是去买牛胸脊肉的腰的部分，可是因为我在那边看不到，不是看不到，我在市场找不到，所以我想说找一个看起来好像差不多的那个。Hi AZ， 过期的也好好想吃肉，我知道你想吃表妹。干，你这个人，盐很重要，又是盐，又是胡椒的，胡椒快没了耶！我要把它平均分摊在我的砧板上。所以我应该先用油吗？等等，你这样不行。白兰地吧，妈。等等，你这样不行，你不能因为人家是表妹。再一点点的盐吧。我用膜都转屁股的说，嗨，你好，屁股吗？突然觉得自己好危险。
盐巴多少啊？然后红椒，甜红椒粉。哇！我在超市的时候，我看超久，因为甜红椒跟辣椒的那个字是差不多，都是这个 billet class 那 billet， 然后那边找超久，甜红椒到底是想怎样，后来才找到，天哪，天跑出来了。嘿嘿，嗨，中信日安，盐巴适量半罐，没有，不会的。他说红椒吗？甜红椒，怎么倒出来那么多？不要沾到我的油。我要去哪里呀？好，接下来要干嘛？这个单字跟我想象的念法天差地远，真的假的？不然你是怎么念的？可怕什么吗？怕什么吗？我看一下。可怕，he， 然后什么 pass 吗？好，接下来他想我干嘛呢？一大匙的甜红椒粉，我完全没有在看它是一大匙哎，糟糕，应该差不多吧。为什么要煎牛肉，然后还要倒两汤匙的橄榄油？可是我没有橄榄油哎，那我用牛油喽。好，首先我应该要先炒才对。那我要先倒我的油。来了，怕。嗨，罐子！哇，好多油，应该没有关系吧？你知道我为了吃这一餐，我总觉得我最近都没有，就是没有吃饱过，我觉得好可怜哦。这样子，然后在这边把它拌一下。好，你在这边吧。它那个红椒都会让我手红红的哎。好，我先去把这个冰起来。然后去拿我的，我刚才忘记开了，去拿我的优格，不是优格，去拿我的酸奶。
酸奶。我觉得很害怕，为什么？卡莉，你的肉换成牛臀肉，牛臀肉，蔬菜换成马铃薯跟红什么？红椒吗？就能做匈牙利炖牛肉，好赞哦！买新麦克风跟吃土。我最近不是吃土，是哦，因为哦，对，我有买东西，因为买生日礼物。红甜椒的量我很担忧，太多了是不是？糟糕。生日快乐，谢谢妮娜，谢谢你是这边第一个跟我说啊，没有，不算第一个，第二个跟我说的人。嗨，兰兰。感觉加了那个粉就不用煎，直接炒会更好。炒什么？你说牛肉吗？好啦，我再拌一下好了。好想吃吃看哦，好香哦。耶、yeah, ，掉下去了啦！我觉得好适合当沙拉哦。熊哥的舌头掉下来，为什么？什么是今天吗？什么东西是今天吗？酸奶是优格吗？不是哦，不太一样。这道菜你是不是看对？没错。嗨，你好，我要怎么称呼你 ？Ready Coating， 生日快乐！不是今天哦，哈哈。对啊，是19号，不是今天。有没有人跟我想的一样，一直以为那个是凉拌菜，不是拿来煮的？这种电子式的没有用过，觉得新奇，超像微波炉的。可是你知道很麻烦，因为有时候就是它下面的火不太明显，所以有时候你会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开火，你要看这边才会知道。好啦，拿这炒好像很难炒哎、欸。哒哒哒哒。吃就算了，可是它好香哦！哇，像微波炉是怎么样？电磁炉啊！哦，对了，电磁炉啊，白痴哦！直火比较好，直火。我还没笑完，笑完什么？这个火我也觉得，我比较喜欢火的，因为。我觉得它这个热很慢，而且看不到火，我会不知道，就是现在到底是怎样。
我太小了吧，因为才刚开始，因为这种那个的面板的。它还没有热。放这里。其实我应该先炒它，然后再去用肉的，反正都要等，那就慢慢等。用柴火更好。我觉得有些东西火，就是像如果你用柴火类的煮出来的东西就不太一样，就会有那种烟熏的味道，我觉得很脏。菜好少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吃肉吧。好香哦，有那种就是酸酸的味道。我发现我是早上开台用手机开会比较那个。明天要烤乌鱼子也太赞了吧。其实你想说什么？等一下，是有皮还是什么东西？好香哦！乌鱼子超爽的。好香哦，真的好香哦！这个盆子不知道够不够装呢。这个锅子是不是能直接煮酸的东西？我不知道哎，可是因为我们要准备换锅子了，现在也没有再就是没有再怎么就是保养它，所以就算了。准备好白萝卜、苹果、蒜苗喷枪，好酷哦！我不太喜欢吃鱼子，我是炒配那个，好香哦！我的天哪！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之前看到乌鱼子咖啡豆认错快笑死，看真好笑，哈哈，白痴。那个好好吃哦，嗨猫费妈，你女儿我终于能嫁人了，谁恭喜下班猫费，不是蒜头是蒜。好香啊！不要跑。
完蛋了。配咖啡啊，谁可以抠气了？怎么了？气了应该在玩游戏吧 ？Hi you are, you are, you are, you are。牛油是不是是你们的哪一块啊？这是油吗？这不是吧？那这是油吗？这是太大块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胖过年胖了4公斤，我瘦了一我从回台湾到现在瘦了3公斤。怎么办？我现在等你们，不然等一下我放了油，搞不好人家又说你为什么明明就有牛油，你干嘛要放那个油？所以你们要回我吗？还是你们现在放在我要放的哦，我要放油喽。是太少了。还是在等，没有要采啦，都几月了？三月没有啦，三月已经是夏天了哟。太逼吧？油什么？煎一煎要加油煎哦，油全丢，煎一煎要加油煎哦，什么意思？所以我现在要再丢，所以我现在要丢那个牛油吗？还是怎样？这样油才会逼出来，煎好的油卡力可以拿来当香水用，很香。前几天好像无意间得知了契儿的本名，为什么会无意啊？是我现在丢这块牛油是不是？那我要丢了哦，我要丢了哦。看是怎样，通通泡开。呀、yeah.。这是肉吧？等一下，好油、哦！我这样会不会太油啊？锅肉直接开煎。想不到真的直接叫破语音了。菜逼吧，刚刚凯莉是不是用甜甜的声音说菜逼吧？对，我说企鹅菜逼吧。然后你也想我叫你菜逼吧吗？你不要喷，好慢哦。哦，麦哲伦企鹅，我可以不要煎了吗？我好饿，我还没有吃早餐。还要煎了没？它的油有出来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有的，我把它放起，我把它拿起来了。我要放了哦，好香哦。等一下啦，手不够大啦。Yeah.
不要转。羡慕啊，怎么了？你羡慕什么？我看好香哦！呀呀！等一下。他说就是稍微熏一下就好了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其实它是红的，我其实看不太出来啦，可恶。我想吃一条试试看。他吃哪一条呢？讨厌，我每次都在选，我到底要吃哪一条？可以加这个了吗？其实他这边要加酒，但是我没有。好香哦！呀，好吃这条，是汤匙的优格，它是用优格，但是因为我这边有酸奶，所以干嘛不用？等一下，我先拿干净的。优格，酱油差不多。你刚看不到火，我真的是看不出来到底现在是怎样。想吃，哎呀，色泽变得好丑，哎呀，太小了啦，没有火真是看不到哎、欸。我想要看那个火，为什么加的酸奶看起来那么难吃啊？等一下，看起来有点像沙威玛。好想试试看酸奶，你可以把汤匙甜一点。下不去，给我下去哦！我拿个盒子装。
快点给我。看起来好像还好，肉卷很好吃哎。嗨 ，Sena， 最近都这个时间开台吗？没有，这两天只是刚好。我觉得可以再咸一点点。重咸的，热锅开吃，我真的是直接开吃的哎。好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有那个饭，看起来太好吃，是不是要成功了？没有啊。没有，看起来很好吃啦。好，我的饭。然后会有人问说俄国人都吃什么？你那边有饭哦。糖太多哎，我的菜酱看起来好多哦。卡莉买瓦斯炉啊，为什么要买瓦斯炉？
下就算了。这边有那个，它粘住了，你也可以吃掉了。感觉好像很普通，可是我觉得感觉应该蛮好吃的，就是还有一点点，就是红椒粉跟酸奶。我觉得有一些日式餐厅应该都会卖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自己去做看，或是去餐厅吃。我相信大家做的一定会比我好吃，因为大家都很厉害。你没看到刚刚有龙飞出来吗？白痴哦，是这边太亮了，画面上白白是什么？哪里有白白的？好吃，不是打开扇子说干吗？我还有一堆还没有那个。不过我不打算吃给大家看，因为我吃相很丑。
吗？室友不在，新室友才在。来一杯卡利一罐啤酒。好吧，我自己喝。比利时啤酒有点小期待，那你喝完跟我说。我这里有一瓶白啤，可是我不知道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喝起来怎么样？这是不是有点歪啊？我先来，我的肉很大块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哎。大概我 PTT 跟实况混久了，感觉很像在酸键盘教练。卡莉人这么好，怎么会是酸民呢？我吗？可能我有当酸民的潜力哦。好吧，我来吃一口看看。等我一下下哦。可能我就是酸民吧。我发现我瘦的差不多了哎，我无法，一定要熟。好，那我们来吃一下。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染头发了，染成咖啡色的。干，看不到，哈哈哈哈，好智障的台哦，在干嘛？染个头发。注意，复仇者无限之战，青预告出炉。等一下，我的荧幕上没有那个吗？等一下，不要闹了。他竟然没有把我的聊天室那个吗？还是有啊？因为有点难滑。他卡住了。嗨，Zeta，卡莉不是天使之一吗？我不是天使，我是酸民。那我试试看哦。因为我不吃香菇，再次重生。好下饭哦，沙拉好 Q， 好好吃哦。它没有到很咸，而且就是真的还蛮二式的，二式的菜就是那种酸酸的小黄瓜。我会想做的原因是因为他用的食材真的都是俄罗斯，也应该说彼得堡这边的超市随处可见的，像红洋葱跟酸黄瓜。